大大学继6日获颁环保署第22届中华民国企业环保奖之后，13日再获得经济部节约能源绩优奖最高荣誉杰出奖的肯定，是今年唯一获得杰出奖的大专校院。在校长的一个领导之下，大爱大学在兼顾各项的一个措施做得非常的彻底，也获得各位评审委员大家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，所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绿色大学。我们再次的恭喜大爱大学，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能源局长欧嘉瑞表示，在校长吴东兴领导下，节能减碳做得相当的彻底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大学。吴东兴校长强调，台大学推动节能减碳并非一朝一夕，而是长期性、全面性的进行。技术方面，或者在相关的管理的资讯方面，能够对所有这个有意愿能够配合来推动节能减碳工作的单位啊，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个最好的一些协助跟服务。吴校长进一步的说，学校早在8年前就挹注经费新建 NBR 生物薄膜污水处理厂，回收处理生活的污水，提供厕所马桶冲洗和园艺浇灌使用，为学校省下可观的水费。大业人新闻刘新孝、常国昌采访报道。